我哪有那么……你刚才怎么就可以这样突然摸少女的肚子？老虎肚子摸不得。放在古代，你这样是要娶我的。队友们，实不相瞒，对面的打野是我的前男友，就是不和平分手的那种。我估计他一会儿就要来砍我了。那个老 K，这把你要是真的不来帮我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，真死那种。我是打野，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。小姐姐，你们的电竞白蛇传的帖子脑洞开的真的让我欲罢不能啊！是的，哪里好笑？你是许仙。救死扶伤，给他自愈吧，你看他多可怜啊。天哪，切斯曼这波打的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呀。队长大人万岁啊。梦瑶，可惜一血不是你前任啊。好的，中路的 smiling fight 也不错，但小花看起来似乎有些着急啊，这一波被消耗的太不值了。哎呀，杨神到中路了，抓还是不抓呢？哦，杨神上了。哎呦，杨神，你咋回事啊？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胖，你去支援别的路，我下路发育。好，那你小心啊。Smiley 已经冲上去了。其他人，别上！小心，小心蝴蝶。Smiley 预判到蝴蝶的位移位置，看起大招。哇塞 ！Yes！ 哇，咸鱼胜，你今天咸鱼大翻身了。Yes！太凶了，在切斯曼状态不好的情况下，联机 DX 战队依然展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。所以说，不行，黑血松手。你变强了，是啊，所以以后会经常跟你握手，直到你退役为止。松手，没礼貌。下一场比赛见。我直接进去，彪彪彪彪彪，来了，就等你了。说你又有，就是没有能赢。成哥呢？成哥感冒先回去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嘉年华活动别迟到了啊。哎，算了，没劲儿。怎么了，瑞哥？啊，晚上那个什么活动，我能不能也不去了？你又怎么了？你要给陈哥殉葬了？我裤子脏了。你拉裤子上了？不是，我亲起来。哦，嗨，怎么了？啊，你们经理说回来接个人。怎么了？看你不舒服，特别申请来照顾你。我是发烧了，但是我没烧坏脑子，怎么回事？裤子脏了。拉裤子上了，那你离我远一点。你鼻塞，你又闻不到。辣眼睛行不行？队长大人，吃药了。鬼鬼祟祟来我房间干什么？小瑞说让我看你吃完药。你放那吧，我一会儿自己吃。你吃完再睡吧。给。水太烫了，重新倒。
你知道吗？女人每个月那几天的痛，加三倍就相当于是分娩时候的痛。你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痛吧？就像是把你下嘴唇掀起来盖住整个脑袋一样，大概就是这么痛。所以每当这个时候，就算是哥斯拉入侵地球，我也能一脚把它踹回海里。就是因为它打扰我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，所以喝水、吃药，别作。再喝一口，生病就是要多喝热水。哦，对了，不能空腹吃药的。我点外卖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死。你要死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陛下，你要死也要死在陆月这个乱臣贼子之后吧。你想吃什么？黄焖鸡米饭、麻辣香锅、日本料理还是韩国菜啊？不许说不可以。你怎么肚子痛胃口还那么好，还有肚子痛吃日料是什么鬼？我是给你点的，我想喝粥。哦，我也想喝粥。我想喝白粥加红糖那种。叫外卖吧，红糖厨房里有，粥到了自己喝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些粥店都没有白粥，唯一有的几家评价还不太好。算了，自己煮吧，正好我也喝不惯外面煮的粥。你先睡会儿吧，一会儿粥好了我再叫你。嗯。干嘛？你怎么下来了？你想喝水的话，发个微信给我，我给你送上去啊。让开。怎么回事啊？哥斯拉入侵地球的时候，女人不能碰水。煮好了告诉我，我先上去。你干嘛突然回头？你干嘛跟着我？成哥，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不是，我也没那么好奇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不想说？没有，读书的时候在家里住，我妈每个月都有固定那么几天，对我使唤来使唤去。所以我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思想，女人有权利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可以作天作地。是哦，那你应该还挺辛苦的。所以后面就住校了，夏天热死也不回家。那你真的很棒了。我不会轻易找人谈恋爱。是哦，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喜欢人类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不喜欢人类，我喜欢游戏。如果要我谈恋爱，我希望找个游戏打得比我好的人。比 Chessman 游戏打得好的人类，女人，有没有搞错？
你怎么来了？不再多睡会儿，粥还没好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直播。啊，是不是我这个直播太吵了，吵到你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把声音关小一点，你再去睡会儿吧。不用了，我以为你被粥烫到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么……自己不会弄个热水袋？我怎么知道机里有热水袋？你不问怎么知道没有？在这等我。这是粉丝给的。你刚才怎么就可以这样突然摸少女的肚子？老虎肚子摸不得。放在古代，你这样是要娶我的。我以为我在做好事啊，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惩罚？放在古代，我都娶你八百回。然后又修你八百回，娶了又修，然后再重复八百回，难道不是贱得慌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间歇性眼瞎吧。